龙威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来台儿庄干嘛的？找他的弟弟，同样的。你见过咱们庄里哪个老人用过这个吗？停停停！有你们这么找人的吗？想找1937年资料。来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丁三儿。1937年的时候15岁。1937年，这都80年了，这再加上15岁，哇塞，这都95岁了。还找吗？我爷爷96岁了，在家病危。等我回去，汇报。报告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把你们家的事儿给我多说点。这烟袋的主人叫丁二，1938年4月份，台儿庄战役胜利以后，他参加了国军，到了缅甸，做了中国远征军。后来他身负重伤。还有这个，哎呦。他说他有一个弟弟叫丁三儿，和他有个一模一样的烟袋。丁三儿，丁三儿叔啊，您知道？知道，谁不知道运河支队当年打鬼子的丁三儿啊？那可是运河支队大英雄啊。立霞。哎，王馆长您好。啊，你好。这位是缅甸青年龙威。啊，欢迎欢迎。啊，立霞，你询问的丁三啊，他的大名叫丁冠宇，做过咱们运河支队的副大队长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。哎，他老人家离休之后就在咱们民政局的干休所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坐。丁爷爷呢？你们来晚了。上个月我们刚给他开过追悼会。Mm-hmm.